四海年的最后一天，农历12月30日，也是除夕夜，将落在阳历2020年1月20日那天，距离今天已经不到10天了。今年春节前夕，我又在失屋了。这两年，想多了解这个百年老镇，失屋市，看华人怎么准备过春节。好像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，趁着天还没亮，我已经准备好带着我的手机到市中心去拍摄做记录了。原来这个寂静的老镇7点多早上，路上已经有很多车辆，来来往往的人潮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今天早上我到了我熟悉的2块钱店那儿吃早餐，幸运的是今天我有朋友陪伴着我。老板，忙碌的咖啡店，我们俩坐下来，店员已经开始习惯性的递上我们喜欢喝的咖啡。阵阵的面香扑鼻，我们俩一边聊一边耐心的等候老板的面端上来给我们享用。吃饱喝足了，我们便踏上拍摄的路上，来看看这红彤彤的失屋吧。是啊，咚咚，走着走着，天色也开始暗了下来。听说夜晚也有几个美丽的景点，所以我就待到了天黑才肯回巢。我在失屋的窝，我落脚的地方。小小的失屋是春节气味蛮浓厚的，百货商场、露天小摊都是能够感受到华人新年的好去处。尽管许多人说失屋是个已经老化的城镇，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还有一帮有志向的年轻人努力的在创业，默默的让失屋市保留年轻的气息。多少钱一包？150块，你为什么会开始一个旅客区？好嘞，够了吧，你要。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些新年词儿，
要恭祝大家庚子金鼠年新年如意，阖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您点击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2020。哎呀，起来，快点走。别理他们，继续走。哥哥，我好累啊，不走可以吗？前面就是2020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啊，这里有个坑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知道2019这一路，你走得很累，也遇到了不少障碍。但是这些障碍不也是你成长道路上的垫脚石吗？脚下的路虽然难走，但是答应我不要轻言放弃，好吗？嗯，那我们走吧，把手给我。嗯。